大家都知道，现在是九黄圣诞啊，从这个9月初1开始到9月初9这段时间，是我们华人比较盛大的一个节日，叫这个九黄圣诞，又叫重阳节啊。这个大家以为重阳节就是9月初9是重阳。实际上是从9月初1过到9月什么初九，重阳，九为阳，阳为阳，说是双阳，双阳为重阳，刚好到9月9是2个9啊，说是重阳节。重阳节有个什么规矩啊？就是古人叫登高节这个上高山，你这个附近。这个能够去的啊，高山，像我们的金马伦呢，还有我们新加坡的这个武吉芝麻山呢，也是高山，那是我们最高的山嘛。嗯，去登高，古人叫登高远望啊。现代人就是丢失了真正的我们古代的和生命实相有关系的。哎，这个内涵，说是远望，就是以为登高，拿个望远镜看远一点，古人的远望叫高远，说是去高山上，然后从头顶，眼睛往头顶百会出去看，往高处看，然后把自己的魂神，这个自己的这个。灵啊，请出去，到天上往下看，这个叫远，高远，远望，说是因为你到高山上，海拔2000米或者更高的山上，然后这个时候你省了这个低微空间，往上2000米、3000米这样的高度，所以是这个。重阳登高，远望是回家的意思，这个回去我们自己原本的家。也就是说，大家如果是知道自己的寿命要尽了，可以通过修炼这北斗七星法来延寿一劫。但是此法的核心机密，我今天公开给你们。这是让你们真正认知什么是道，不是让你们拿去玄弄。当然，你要真正的要学会这个方法，要来求道。古代讲求道，一定要来 OSS 这个教学平台来学北斗延寿的方法。那它前面还有很多辅助方法，才能够使。寿命真正的得以延长，为什么我们的北斗，大家礼敬北斗，礼敬北斗九皇，那么可以延寿？为什么重阳节又叫老人节？老人节什么意思？就是好死了你，叫老人了吗？对不对？好死了你要干什么事儿？求寿啊，延寿啊，不是不想死吗？不想死你要延寿啊，延寿要干什么？拜九皇啊，所以是这都是一连串的。不要说为什么定9月初9为老人节，9月初九为重阳节，是偶尔人规定的吗？我们华族文化不是这样，西方文化它有人规定的，我们东方文化都是有出处的，都是有重要的和生命相关的意义的。欢迎点赞、留言、分享。弘扬正法，广结善缘，功德无量。